中新网8月3日电，据韩联社报道，韩国总统文在寅7月30日起至8月3日休暑假，度假期间文在寅尽情阅读、视察军事设施，还游览附近景区。文在寅专心阅读。图片来源：韩联社。据报道，青瓦台3日公开文在寅度假期间的阅读书目，包括著名小说家韩江的《少年来了》、小说家金圣东的《国手》等。青瓦台介绍，文在寅将度假的选在中青南道基隆台等的度假期间，视察了基隆台附近的军事设施，并勉励官兵。另外，文在寅还与夫人金正淑共游大田风景胜地章泰山休养林。